我本来还想这把还想看我的任务，还没看完。斗鱼龙宫，龙宫，看我能不能串三，串了他。这应该就是我的上分阵了。因为现在迪达拉没用了啊，迪达拉没用，还不如歇啊。咱们先转着，让他过来。因为第一把我是死机了，哎，插住你，哎，砸他，没办法，年轻人太单纯了，居然不知道我是靠，完了，哎。别跟着我，爽不爽？爽不爽？再插你，跟你说，这么不听话，这么调皮啊，就该插住。第一个套路都第一把用完，第二把就不能用。他都知道我站在那傻傻等他过来插，射他，对，就是射他。霸体开起来，霸体了不起，哎呦，还真了不起啊！打起来，去死吧！还不死啊？哎呀，直接在我那砸死了。你按不住我，超快速射他，插他，搂起来，赶紧分身，好，开个二，哎呦，还好我开了个蛤蟆，射他，再搂他，再骑，砸死他，哎呀，砸不死，快跑，还好没把我喷死，来抓我，来抓，哎呦，捂我。这家伙好猛，直接射他！哎，他还有个分身哎，他怎么那么傻，跑过来被我砸死了。何必如此？我要看我的任务啊，过来任务，过来任务。我去，先从瓦埃罗疾风守居。啊，疾风，两个五爱罗都派上就好了嘛。这个五爱罗，这个五爱罗，然后疾风手狙对吧？这个，看一下这个任务对吧？其实可以带千代也可以啊。秘境就算了，秘境我都打完了。这对面终极特训师，他应该不是玩家吧？就是给我们免费打架的啊。哎呀，感谢这个血脉又送了50个耳蛋，有梦就喝血脉，追呀、啊，插他，哎，什么鬼？急，这应该是电脑呗。过来抱一下，哇，40个加了50个蛋了，快出孵出小鹅了啊！过来，炸了，喷了，这家伙怎么不用分身啊？过来抱一下，迪达拉，等一下啊，第四个任务是迪达拉，我先把前面三个任务过一下。来个大，
他再开个一技能，二技能，爆他！哎呦，这样子他最后一下来开个分身啊！好，感谢星号啊，那个应该是星号啊，送了九个鹅蛋，又有鹅蛋。哎，第一把任务就算过了啊。第二个三个 B 人赢得胜利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没换忍者呀，这个不好打。哎，他全部用傀儡的啊！看久了，歇，他没有买那个千代吗？千代不是也是跟也不错嘛，对吧？我操，有点卡，打的没完了。哎呦，哦，完了！哥，你要干嘛？这么快开大？疯了，我操！这么快就蹭到点了，你也醉了。这把要跪了啊！我操！先拍吧，打死也不能让你撸了，杀他！时间到，来不及了。几点啊？九点半到十点左右吧。好，他在专门等我这个。在那狂射啊。爆起来，没爆到。哎呦呦，完了，最后一秒 low 了，靠，好的，先去打判人，哎呦，判人打了，我这边都没判人打，这把可麻烦了，现在给他戳死了。这家伙套路好深啊！我靠，好猛啊！戳死吧！我要过任务去。他差三了啊！我看任务选3名 B 人 ，B 人的话，我只有红豆，还有那个青春佐助，又是这个阵容啊！红豆、青春佐助，等一下，我先过一下任务吧。红豆、青春佐助。后面带个小男吧。忘了，不是这个小男，要带 B 人呀，不能带小男。站着不动，让他撸，插他，小妞上当了吧？啊？
哎呦呦呦呦！消消消，起拉起来，再看。这样的套路百试不爽啊，特别是在低段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能玩这套路了，玩过一次就要放一下。哎呦，你干嘛？压起来！左消消，右消消。没分身了吧？没分身了吧？哎呦，这开着玩笑开玩笑啊！我操，这也行？杀死你，老太婆！老太婆，去死吧你！怎么就砍不到他？哎，怪啊！两刀砍死，抓不到人。这套路还是很多，关键是带着千叉，对吧？我有点放弃抵抗的治疗，让他过来，因为他是近战的，不怕他，他还怕我千叉，看见没？怕我千叉，我叉死你，吓死了吧？吓坏了吧？叉起来！你有这个，我也有这个，我拉起来！哎呦，哎呦呦！起，再搂，再起，再搂两下，准备开个大，走你！哎，还没过任务啊？这个不能带，不能带小人，要带 B 人。B 人 ，B 人的话，我也带个妹子啊，带个楚田漂亮点，好看点。我操，这个人怎么打？这应该是挂机的啊，肯定是挂机。不应该这么低的段位拿这个阵容来上分吧？首先，哎，开局，开局这个时候应该不应该不能用这个套路了，他有分身，挂机的，左消右消，一直。东砍西砍就把他砍死了，止水，叉叉，抓起来，哎呦，还没拉起来啊！直接把他训活了，创伤最好了。哎呦，这怎么打两下就保护了？这么快？哎呦，他什么都放出来，你也好狠。算了，冲进去，反正他也是挂机而已，他怕他这么贵。
现在就应该选一个 B 人，搞得我这个又要再打一局，任务是过来了。三名 B 人还要再打一局，那要放一个好一点的。这边选什么？扦插的话，扦插的话，摆个这个啊，再搞一个这个，这个 B 人啊。为了赢，要选一个比较给力的、强势的 B 人阵容。对面说不定是做任务还是挂机啊？我就不动，插死你！哎呀，插！哇！戳戳戳戳戳！竟然没漏到啊！吓死你！走过来，旋转，戳死！怎么都是拿这种长得奇形怪状的人子来打？哎呦！我擦，这家伙就要跑了，落下来。太烦人了，看你怎么上天。我看你还能上得了天。压蛋直接在这里开大招死，还敢把我困住啊？困住就算了，困住我还不跑。跟他，刚才数据线还落了，我操！烂他一下，哟！还跑？往哪里跑？血比较多，创伤就够了。创了他，又过一个任务啊！还有用迪达拉飞段，还有那个什么角都，对吧？加飞段，飞段，角都，迪达拉，这个阵容要创伤应该是容易吧，是吧？暴走萝莉，暴走的萝莉，咱们先不动啊，看下对面什么态度，插他。家伙就是不用分身，哎呦，去死吧你！早不用分身，嗯，非要打到这个残血的时候才用分身。残血的时候不开个大，搞死你！我不是等死了。这个时候就不玩那个套路，过来，掐死你！哟呵，居然跑了啊！有，
在老屋檐下。哎呀，我过来。哎呦，别动了！哎呦，哥，你要开这个玩意儿？这个你开玩笑就开大了啊！我一个召唤还没用啊，是时候该用召唤的时候了啊！先过来。哎，我操！我开分身干嘛？哦！时间不够啊，技能不够来。来过来，哎呦，这还没撩到呢，旋转吧。你打都不用派上场啊，直接串死。我一个串三就过了，你们送我好东西啊，你们都送这些都没用的东西。刚才还是这家伙把我串杀了是吧？啊，拿个蝎，敢串我！现在换个阵容，应该来说有机会报仇一下啊！感觉还是蝎更猛一点。先走。猜到没？没猜到。砸他！怎么还没走啊？哎，没砍到。你死了！哦，什么鬼？我操！奇了怪了，明明把他勾到了，怎么他不死我死？那早知道我开大了，最起码不会被他插死。就让你要插我。哇，这好毒啊！这里，我想靠那个打他的啊。烦人了，再不打死，再要被他烦死了。你怕题，我也有怕题。先搂两下再说。解解我的气，这么不爽是吧？砸！往哪里跑？跑了下去你还上来，这不是作死吗？都已经跑掉了，他还送死，我也没招。
乖。先搂两下再说。哎呦呦呦，这家伙开大了。这回又没搂到他，血好像没他多。啊，还要搂他一把，操，这靠迪达拉，迪达拉笑成这样子，怎么打他？飞吧！下来吧你！哎呦我操！我来也！完了！哎，他不搂我，不连我。还是连死他了啊！迪拉拉不好用啊，现在还不如右啊或者怎么的呢，但是还是他的横冲直撞还是挺霸气的，这是上次打要塞送的东西。他弄得过，这好友特训营是什么玩意啊？这个又还有特性，还昨天还没玩。怪喷死你！开吧开吧开！哎呦，怎么这么多狗？开个大，砸死他！这赢了有什么奖励啊？这些平平常常都没有奖励什么金币啊什么的。小回望是谁啊？哦，忘了忘了，不应该用迪达拉，换个小狼也好啊。这家伙中冷一了，看来有点难打。这样先用迪达拉。你想干嘛？你想撞我是吧？现在你的蜘蛛不行了，找的可怜不说啊。哎，就是撞不到我，我哈。哦，空了空了，没事，空了马上就有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这下麻烦了，就是比血比你多嘛，耗死你。
现在吓也吓不到。哎，慢了一步啊！我的蛤蟆都白扔了。这么快呀、啊？分身这么快？哇、哦，还偏差。错边了，啊啊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礼物，就这么点血，还打得挺麻烦的。哎呦我操，他又一技能了，哎呀完了完了，我操，还会给他缓扑过来的，开技能顶了。牢牢的一个点都没蹭到，滴答答也有今天，哎呦我去，啊，哎呀，没法打了，就差一点点，哎呀，就给他放倒了，算算算，先往那走啊。